今日又嚟睇另外一間，呢間係 flat 嚟嘅，呢間 flat。咁啊，有露台嘅，有個細露台，有少好似青瓦居深深啲咁多，深啲咁多。下邊有卡泊，佢好似係樓下有泊車位嘅呢個，有泊車位。今日用電暖板啦，用電暖板啦，呢個係嗰個廳嚟嘅。咁有個廚房喺度，個廚房就咁啦，個廚房。啊，啲膠面啊，膠面啊，放呢度，盡量好掂佢咯，盡量好掂佢。咁佢就係嗰個洗衣機呢度，洗衣機冇乾衣機，應該冇乾衣機。呢一拉出嚟嘅就開著嗰啲，一拉出嚟就開著，拉出嚟開著嗰啲，係咯，呢啲咧，呢啲應該係電陶爐啊，但係有個煙住喎，電陶爐多啲，似電陶爐，放到嚟一個星期嘅啫。有個大玻璃，有個廳啊，有個水箱啊，個水箱嗰只，全部地天地氈，呢度間房，呢間房有冇六尺啊，老婆？打橫有冇六尺？有，超過啦。打橫有六尺，六尺七尺，咁樣。搬上家私走啊！個廁所就 shower 嘅，係兩個廁所嗰只係咪？呢度有個 shower 嘅，有兩個廁所嘅呢間屋。係。個地板係嗰啲 wine 佬嚟嘅啫，啲 wine 佬。咁你 Y 佬都防水嘅，即係你淋少少水落去，唔係話唔好，即係好過你人哋有啲鋪地氈啦嗰個。呢間應該叫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好似闊啲咁啫，係嘛？闊少少，闊少少，長啲。張牀嘅印喺度。係啊係啊，哦，佢張牀咁擺，有時張牀咁擺。有個衣櫃。不過呢啲又要管理費咯，要租俾人啊。咁呢個廁所好大？有個廁所幾大個主人房，主人套房好大，主人套房好大。係黑廁嚟嘅。咁啊，啲磚都上到差唔多頂啦，都 OK 啊。不過佢又係好中意塊咁一塊擋板，塊咁嘅擋板算，一塊擋板。簡潔啲，廁所好咧，就可以容易維修嘛。係啊，塊大鏡。係啊，有塊大鏡，好少見呢度有整塊大鏡。啲廁所都唔細。廁所唔細，都即係你唔係好撞自己啊 ？OK， 但係佢都用電嘅啫。呢啲係啲廁所用電嘅，呢個客廁。用電嘅，用電。嗰啲水喉都係兩邊擰冷熱水擰嘅，唔係搖擺水喉。但係又係大鏡喎，都係黑瓷嚟嘅喎，都係黑瓷，都係黑瓷。一個房兩個房，幾多個房啊？兩個房。唔係喎，呢個當飯廳啊？邊個當飯廳啊？呢個當咗係廳，呢個客飯廳。哦，嗰度兩個房，呢個客飯廳嚟嘅。飯廳幾大㗎？客飯廳都幾大，有少少露台咯。喺香港唔好大。香港好大㗎。
呢個黃鼠骨要五焗熟咯，五焗熟個門口出邊咧，佢係一條大走廊啊嘛，呢處呢度係嘛？出邊一條大走廊咁啦，即係好似有少少好似連租咁，有少少好似連租咁。啊，都係鋪架，都係鋪架。呢度都冇用，要睇佢嗰個鋪面鋪嘅嗰個管理費幾錢。有雪櫃啊？嗯，呢個雪櫃要擺嗰度，要靠嗰度。雪櫃係一定擺呢度位噶啦，雪櫃係擺呢個位，喺呢個角位嘅雪櫃。雪櫃擺呢個角位。大雪櫃。啊，放嘢嘅，冇多地方放嘢嘅呀，全部。呢度啲雪櫃咯。好多好多雪櫃。我冇盡量冇見人嘅，盡量冇見人嘅，冇 touch。呢邊唔知係咩方向啫，唔知咩方向。個停車就停出邊咯。OK。有些好像我們清雅居那樣，那呢就是你看這個露台，這個露台剛才我們看過那個它是二樓來的，它有升降機的，那個升降機也 OK 的，管理得挺好的，大堂很闊的，很闊落，有些像酒店，有些像酒店。那呢 這車呢就是每一個單位起碼有一個泊車位，那個泊車位不是固定的，那就給了一張 permit 你，就是建位就泊了。有些像好像公屋去租公屋的泊車位那樣，很漂亮的，都 OK 的。那這個建築物後面呢，就是一個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的私校，那個私校又說貝里亞都在這裡住，哇漂亮，在住宿過，即是在讀啦，很正，非常之正，這裡看了一點點，看了一點點，很正的，好。